哎，现在这种情况，这个廖桂香肯定大半年都干不了活了。那我们的规模养蚕呢，又得等到隔年。他家里这个扶贫工作，后续要怎么进行啊？像类似情况的呢，还有麻长顺、田家旺，可能我们还真的要给他们制定一个适合他们个人的、有针对性的扶贫方案了。哎，等等啊，别人先别说，你先给我说说这麻蜜糊，你对他的针对性方案是什么？巧了，那两个人吧，我还真的没想过。可是这个麻长顺啊，我已经开始动手了，我托人给他介绍了个对象，我正准备跟你说这个事儿呢。这个后续的这个提亲啊、送更帖呀、认亲啊，这些礼节恐怕要劳烦你亲自出面了啊。你智商有问题吧？成人之美跟智商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把一大姑娘介绍给这位哪里喝哪里醉，哪里醉哪里睡的酒蜜糊，你是积德呢还是散德心啊？哎，你怎么骂人呢？我跟你说，不是大姑娘，二婚。三婚也不嫁。你这人怎么那么没有同情心呢？你要理解一个光棍的难处，心急呀。我看是你更急。我当然急啊。他们过得不好，我比谁都急。我知道你很烦麻长顺，可是我们也得帮他呀，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。确实是，他有很多的问题，可是呢，他也需要爱情，需要婚姻，他需要有一个老婆，能够让他找到尊严。爱情还尊严，听得我都肉麻。这事儿要干你干，我不干啊。那我不是干了吗？已经，我都帮他介绍对象了。那后续的工作，那是不是应该你们这些妇联的人能够操心呢？我提醒你啊，我是工作队的，不是妇联的。散了，散了，散了，散！哎呀，哎呀，来得太突然了。哎，你好，我是麻长顺，你就是四奶奶介绍的罗桂花女士吧？我是，你怎么拿把剪刀呢？我正在修面，想到你要来，情不自禁想起了唐宋八大家的名句："我客至此，我盈于门。"哟，我第一次见到拿着剪刀欢迎人的呢。啊，来，请进，请进。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哦，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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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四奶奶呀，就说你爱喝酒，倒没说你爱念诗呢。李太白也爱喝酒。李太白？什么白啊？哦，我搞不清白嘞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想起来了不？啊。电视里面听过，啊，哎，你坐呀。哎，咱们呀，不聊别的，就说说我们俩。开门见山，直抒己见甚好。甚好，嗯，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哈，咱们还八字没一撇呢，你就跟我提这个。再说，我也没看出来你甚好啊。这相亲嘛，就是相互摆条件，相合适了呢，咱们就一起过日子；是是。不合适，那就一拍两散吧。
你的条件我也是看出来了。王敏西嘞又是有名的贫困村，哎，我虽然是二婚啊，但我的条件你是看到的，我得给自己以后买个保障不老。所以啊，这彩礼必须12万。哎，12万？12万？怎么了？你嫌贵呀？咱们这是谈爱，不是谈价钱哦。12万，一分不能少。我要有12万，我还找个二婚的。哎，你这话怎么说的？你二婚怎么了？要不是四奶奶跟我说好话，我能跑这么远来跟你这种角色相亲？你看看你们这儿，我这还是新鲜呢。念几首破诗就当知识分子，还情不自禁呢。我看你啊，穷的当尿性。哎呀呀呀呀！人格侮辱！哎，行行行行行行，这是人身攻击啊！这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啊！啊，我还是红花郎子嘞，一个二婚的都这么狂，蒲全胜，我跟你没完！你必须赔我5斤好酒，不，10斤好酒，名誉损失啊！名誉损失啊！排山叔，哎，书记啊，我在地里边发现了病虫害啊，你看，桑毛虫、桑齿货还有天牛，必须得马上打药啊。20个人够吗？20个人，我算了一下啊，一个人一天啊至少要打30亩，得准备20个壮劳力，还有1600的工钱。行，人我来找。好，好，好。排山叔，来，有个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啊？这20个人里边呢，能不能加上马密虎？头先说话的不用，就当是我求求你给他开个后门。我之前不是给他介绍老婆吗？失败了，还赔了酒，他现在找我麻烦呢。我是想着吧，有事情可以给他干，他可以早点走出阴影。不是你这个事儿闹的，帮帮忙。那好吧，既然书记发话了，那就按你说的办。行，谢谢。嗯，好。马密虎，1天80啊。排山叔。哎。排山叔。啊。听说。听说你要撒农药啊？是啊，是啊。我给你请了个大神，这位是农机推广专家小龙。哎，叔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您看看这无人机，1分钟所干的农活，相当于我们一个壮劳力1个半小时干的农活，还能帮你省30%的农药用量。这么厉害啊！它还有一个特点啊，就是可以连夜干，确保今天下午到第二天早上完成这个撒药的过程。你这雇20个人，至少得2天呀。2天不行，2天得3200了。哎，用不了，我这租1天才2500呀。不是你这二位。稍等稍等，我稍等一下，你过来。租这个得花2500呢。2500怎么了？1天2500，我跟他谈的最低价，多便宜啊。我是说，这要是花钱的话，那飞机就别租了，肉都烂在锅里，这钱让村民赚不好吗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现代农业，职业农民，怎么一脑瓜子的小农经济？这个无人机必须租。一个二婚的都要12万彩礼，蒲全胜，你要负责，我要去头婚的。我看你就剩头婚了，头脑发昏。我头脑发昏？我头脑不发昏，你也不让我挣那80块钱呀？这叫什么脱贫呀？啊！我想干活，我想挣钱，我想娶一婚的老婆，你们凭什么不让我挣钱？这叫什么合作社？这就是合起伙来欺负我。
怎么了？光荣应该把他那80块钱给那个破飞机啊！那个破飞机，他需要娶老婆吗？啊！我能干活，我能撒农药，不就30亩吗？我保证，我今天晚上我不睡觉，我都给他干完了，行不行啊？好什么好什么，好什么？好什么好？想干活是吧？好，明天早上4点半，起来给我打药。书记，那你得保证明天的20个劳力4点半准时到场。行。那个，你过来，赶紧回去。明天那么早呢，早点回去睡觉啊，别哭了。沙干部，还飞吗？你们有一个算一个，谁瞧得起我？出全省，杀欧，石牌山，你们等着，有我麻昌顺翻身把歌唱的时候。我会让你们瞧得起我的，不就是干活吗？长顺叔在家吗？在呢，在呢。啊，长顺叔啊。哎，慧妹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回来看阿公，顺便来这儿跟你说个事情。下个月初一呢，我们凉水村有一家要办喜事，说是找不到好的鸭梨，我就提了你，愿意去不？愿意，我就愿意，愿意。行，那咱们就说好了啊。哎。长顺叔，你现在还是只等着当鸭梨过日子啊？谁说的？我忙着呢，我晚上还要去基地干活，这你说这鸭梨，那我是看着你的面子才答应的。啊，原来基地晚上是有夜班的。啊，就我，春蚕独辛苦，不辞昼夜。挺好，那我先回了啊。啊。谁呀？我，麻长顺。老杨，让你值个班，你睡这么死，有点责任心。马秘书，这么晚了你跑来干嘛？排山叔让我一早过来干活，我怕睡过了，所以就早点过来准备准备。你有什么好准备的？问那么多干什么？领导安排，仓库钥匙。等一下。拉好了，可别丢了。提高警惕，有点责任心啊。不就是打个农药吗？排山叔，排山叔，排山叔，不好了，排山叔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出什么事了？南边8、9亩丧苗，一晚上就不行了，都快要死了，赶紧去看看吧。这。除草剂。
谁干的？不是，我们现在打药的，你这丧苗都快死了，这个怎么办呀？对呀，报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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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报警，先解决眼下的问题。怎么解决？打了除草剂，这些丧苗90%都会死。还有10%的希望吗？稍，你联系杨教授，看看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。行。昨天晚上谁守在这儿的？我在。还有谁来过？昨晚就马明户一个人来过，马明户。在这儿呢。马上睡。起来。起来、哎、干什么干什么？睡会儿觉还不让睡了？这是你干的吗？对呀、啊，干了一晚上。我可不是为了表扬啊。你来千刀的货，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害大家？你为什么要害死桑树？我有病啊！我害死大家，我害死桑树。你喷了一晚上，你喷的就是这个是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喷了一晚上喷砂镜，我还醉过了。睁开你的狗眼给我看看，这是喷砂镜吗？这是喷沥青除草剂。杨教授说，夜晚喷的药，山岭温差比较大，太阳出来以后气温上升到28度。光合作用会比较充分，那样就麻烦了。所以根据金牛山的气候特点，温度上升到28度以上，大概是在早上10点钟左右，我们必须完成吊水、喷淋、冲洗受害植株表面药液的工作。除草剂啊，是酸性的，喷水之前啊，加0.1%的生石灰，起到中和作用，让它失效，然后再松土，喷这个解毒剂。大家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。10点之前，我们必须干完。好，开干！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，快点！紧急通知！紧急通知！重仓山基地有9亩桑苗，因为误施了除草剂，出现重大险情。如不能在10点前救活，集体经济将遭受重大损失。现在要求所有村民迅速行动起来，到基地参加救援，带上喷雾器、水桶、脸盆、刷子、毛巾、锄头等工具。再重复一遍，重仓养蚕基地有9亩桑苗，因为误施了除草剂，出现重大险情。如不能在10点前救活，集体经济将遭受重大损失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求求你们了，放我出去吧！我要干活，我要救桑苗啊！谁让你把孩子们带来了？不是我要求的，是他们自愿来的。同学们，咱们装水来。Thank you.
我都说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们为什么还非要让我喝血酒啊？我不想离开寨子，我不想离开大家。没人要把你赶出寨子，但是你总得给大家一个说法吧。毕竟抢救的人那么多，虽然我们都是自愿的，但是农资、化肥的农药你得要赔吧？你赔不起，山下的人也不会放过你。是啊。那我赔还不行吗？你赔你拿什么赔？你拿什么赔？你赔得起啊？把你这个屋子卖了也不够赔的。血酒喝了，跟大家就没有关系了。你可以出去打工，兴许你这个屋子还能保住。马蜜花，排山叔的意思你明白不？他就是保你，保你的房子嘞。马玉虎，把这血酒喝了吧。喝吧，马长顺。喝了吧，马长顺。喝了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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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。这件祸事是我马长顺引起，我认。你们都瞧不起我，都要让我喝血酒，让我滚蛋。好，我喝。妈，儿子不孝，儿子没出息，儿子要滚蛋了。我对不起你，我喝。马长顺。坐一下。这不说了戒酒了吗？怎么又喝上了？来，起来。白山叔啊，啊，这人出去容易，可是再回来就难了。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吗？这个嘛，问问大家了。各位。解决这个问题呢，我还有一个办法。小柯，哎，这是蜜蜂。这是对口扶贫单位送来的中华土蜂，我们金牛山花种多，花期长。阳光充足，空气清新，没有任何污染，所以我们这里野蜂多，当然也就适合蜜蜂的养殖。这就是惩罚你麻长顺的办法。我告诉你啊，这蜂你要养好了，脱了贫了，今天这血酒那就算了。可是如果这蜂你养不好，甚至把蜂给养死了，该喝血酒喝血酒，人该滚蛋就滚蛋，大家说行不行啊？我同意，我同意，我。你们别不相信我，我对天发誓，我马长顺从今天开始戒酒，没有脱贫，我不再喝一滴酒。排山叔啊，你看长顺都发这么多的毒誓了，要不就先把他留下吧。这个无人机。虽然是优惠，但也不少钱呀。桑苗死了要赔钱，打错药了要赔钱。这个账目一共是8300，那这个账谁来平啊？这件事情呢，我们的干部也有一些问题，表述不清，科普不到位，我们也要承担责任。村委会和工作队协商好了，3/7，麻长顺打欠条承担3，村集体承担7。我同意，我同意，我都同意。哼，假模假式的，还一看二闻三钻，分辨得出好坏吗？当然了，
看，色泽光亮，闻苦中带酸，钻微沾不粘，嘿，正经八百的好酒啊！阿公，我这点手艺啊，都小时候你传给我的，错不了啊。这麻蜜糊犯这么大事儿，也没见他喝血酒，也没让他滚蛋呀。跟你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了。哦，他惹的事儿赔不上钱，村集体承担70%，这里边就有我的钱。你还是集体的？那天早上出宫，我怎么没看见你啊？我老婆去了。啊，关键时刻把老婆顶在前面了。难怪秦显文瞧不起你。他瞧不起我没事儿，再敢盯着我老婆，你背上的伤好了是吧？老爸呀，麻蜜糊都能养蜂了，你就不能养老婆？你真想顶替麻蜜糊的位置，成为全村的倒数第一？啊？什么呢？哎，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来口。老爸，我戒酒了。去你的！上等的天锅烧，快点。我真戒了。我喝多了，我还戒两天呢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那是难受两天。你不喝拉倒。哼。嗯。这刚出的天锅烧就是好喝啊。哎呀，蜜花，真戒酒了啊！哎呀，你妈蜜花能戒酒，那我田老爸就戒赌。哎，我戒饭得了呗？啊，咱俩当神仙。哎，不过你这地儿找的不错呀，还什么都有。哎，哎，蜜花，跟你说点正事儿啊。啊。哎呀，我最近这个肾虚，就晚上老盗汗起夜什么的。人镇上大夫说吃这个蜂蛹管用，我看你这儿有锅，一会儿咱俩一炸，配着天锅烧，绝了！这玩意儿怎么打开啊？老爸，你住手！别动，别动！老爸，别动！啊！我要让你把这蜂蛹吃了，我就真得喝血酒了。我不想滚蛋。明白，明白。够了吧？有人问，就说我买的，跟你没关系。啊，我知道你跟他有感情，你离远点，我自己操作啊。哎呀，老爸，你住手！你干什么？蜜花，别过来啊！不是你疯了？你傻了？你啊！我给你送酒，还让你赚钱，你想干什么？你的钱我不赚。老爸，干嘛？把酒拿走，留着了。拿走，送你的，想喝的时候喝一口，没人看见。老爸，这酒你送我了？送你的。那这瓶酒就是我的了。你。你他妈疯了吗你！这偷他的天锅烧！
麻蜜会你想干什么啊？你以为养两桶风看两本书就能脱贫了啊？脱贫是人干部的事儿，你脱不了贫他们得兜着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穷什么大个的你好心当做驴肝肺，神经病。要不是看桑树长这么高，我们基地变化这么大，我都不知道一年过完了。哎，你应该挺有成就感的吧？比如这个基地，比如麻长顺养了四香蜂，比如廖静南上了大学，解决了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，比如完米西文旅公司喜媚 IP， 哎，你都可以当先进了啊。你呢？你这一年有什么感想？扶贫先扶志，村民的内生动力一旦激发起来，金牛山这个地方的烟火气是可以拖住我们改变世界的理想的。又来了你的理想主义。你不也一样吗？哎，怎么了咬金？真的出事了，田老八带着一帮人来村委会闹事，要求基地按股分红。这不胡闹吗？基地要等到明年才能产生效益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。现在什么情况？他们人太多了，气势汹汹的，我怕管不好了再闹出更大的乱子来。你快回来吧。你这样，你先稳住他们，一人给他们泡杯茶。村委会的茶都已经被他们给喝完了。我马上回来。何干部，这都多长时间了，给个痛快话，钱到底分不分呢？这分不分钱呢，得开会集体表决。你别给我说这官腔哦，你们开会表决，那我们的意见谁听啊？我告诉你，今天必须得分钱。分钱钱呢？分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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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钱。喊什么喊啊！你们真把村委会当成威虎厅了？田老八，你真当自己是座山雕啊？我不管你是什么雕，我们是来讲道理的，我们要求分钱。有你们这么讲道理的吗？分钱那是理事会和董事会决定的，你田老八去过基地一天吗？有什么资格在这要钱，还带着大家在这胡闹？我怎么没资格？我是不是完米系的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严重怀疑这笔钱被你们给私吞了。怀疑不是诬陷，有理也不在升高。田老板，你别胡闹，基地的财务报表马上就公示了，你看了以后要觉得有问题，你可以告我们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哎，都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月底就斗牛，分不了钱，斗不了牛，我一定告你们。走，走。座山雕都已经占领了村委会了，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呀？连这点事情都管不好，这是完美系的耻辱！你们这是歪风邪气！副书记，你先别生气，你这一年，那大家出工更勤快了，那干劲儿也更大了，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。可分到手里的钱和物资，那确实是比去年还要少了。
那自然意见就多，那火气也就大了嘛。副书记，我认为啊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稳定军心。怎么稳定军心啊？发钱。我也知道要发钱，但是钱在哪里呀？我知道你们没有钱，我建议挖矿洞，挖矿洞来钱快。咱们后山就有一个矿，整治的时候给封了，现在打开应该不难。绝对不行，私自采矿不仅村里会受到重罚，我们工作队也是知法犯法。啥干部，咱们偷偷的挖呀，先把钱发下去，过了这一关再给他封上嘛，没人知道。有亮叔，别老想着歪门邪道，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把农业产业做好，这才是真正的靠山吃山。我们又不是老鼠，成天想着挖洞。副书记，说句实话，这关过不过得去，我们这些本村干部并不怕，麻烦的是你们二位啊。什么意思？这个月底，群众评议大会就要开了，如果因为这个事儿没处理好，给你们评个不及格，你们二位可就难看了。我不是吓唬你们啊，别的村有这个先例呀。小高，你去白山叔那里把集体的账本拿来。好。这不凉水村吗？盛花期啊，要不咱在这儿打花蜜。这个村子人养蜂抢花蜜不好。谁啊？田慧，慧妹子。哦，你说的是彭家辉家吧？对，早不养了。为什么？吸毒，败家了。我们会监督彭建辉好好改造的，您按时去看他。麻烦了，警察同志。来，长顺叔。这么巧啊！哎，哦，我刚才那个慧妹子，我都知道了。回去之后，你一个字都不能跟阿公提，算我求你，让阿公多活几年。慧妹子，就这么多了。我真的已经够丢人的了，信业我领钱，我真的不能收。有件事还想麻烦你。你说。以后每个月以我的名义给阿公送一次蜂蜜，阿公吃烤糍粑的时候喜欢蘸蜂蜜吃。好。蜂蜜钱，蜂蜜不值几个钱，算我压在你那儿，这不行。回头等我挣着钱了，我再去找你赎回来。慧妹子，不行。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，暂时是没什么希望了。你看了一晚上账本怎么样啊？这不还在找吗？头疼死了，这没钱拿什么分呢？怎么办呢？基地也没余粮了。那怎么恢复田家旺？斗牛节以前村里可都是有赞助的。先别打扰我，
我再找找。八零零。阿公好。阿公，我替田慧给您送蜂蜜来了。他自己怎么没来呀？现在是刘蜜期，他们忙不过来。你怎么这么闲呀？我也忙，这不听老爸说，合作社分红，我来领钱噻。可是我回来之后，怎么又听说这村委会不打算分钱了？阿公，我想问问您，这事儿您什么态度啊？把东西放下，回吧。哦，阿公，蜂蜜给您放下了。我叫洋葱，89年出生。2012年，我父亲与伙伴成立了韶山市最大的蜜蜂养殖合作社。2018年。我和父亲正式开启了扶贫之旅。哎呀，师傅，辛苦你了。王姨是一个非常坚强的母亲，丈夫因病去世了，剩下两个女儿，一个在读大学，一个在读初中。陈军打电话给我，我们送婚子了，给娘家不要钱一点，看过娘不？你送三下给我，到底你花子都是一想的，自己粗心大意了，背是一想婚子。当然也没有了，等我切下壳，他死不个，不要哭不要哭，就是哭掉了的，我是怀疑哭掉王不是在哪里现在。这个就是蜂王吗？现在这个蜂王都没产卵，因为他已经老了，要替换一个新蜂王进来。感谢师傅。感谢。师傅带我回家付出的好多哎。养多蚊子啊，不就一年比一年子要好点点的了。要自己不懒，啥事不怕，这不怕生活过不去不。我们整个韶山乡有20多户的这样一个贫困户，打电话的话我们都会及时去进行处理。刚刚给你打电话说蜂跑了，就是他们家。哇，1块2块3块4块10几块蜂巢。收蜂的话最重要就是把蜂王找到，群蜂都会跟着蜂王走。好，现在一个蜜蜂在我脸上爬。好，被蛰了。哦，这么嘴巴了。啊，丝被拔出来了，但是肯定会肿得跟猪八戒一样。这找到蜂王了，在这里。养蜂作为我们韶山市精准扶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，肯定需要我们更多这种年轻人注入，才能够提快乡村振兴的步伐。我去年的话就是收入2到3万，今年想突破5万。好的，鼓掌，鼓掌。这个谢谢医生，一老神呐，贵点老师傅啊，坐得最近的就是他，最想感谢。因为有党的好政策，才有我们这个产业扶贫项目，才能够带领大家来脱贫攻坚。大家有没有信心把这个养蜂啊做得更好？有。为自己的荣誉事业干杯！干杯！